黄子轩呢日就去咗欣赏音乐剧《我们的青春日子》，顺便支持下朋友。提到黄子轩早前有份主演由刘松仁执导嘅舞台剧《利马窦》将会喺出年再度公演，不过黄子轩就话同刘松仁大哥合作，曾经都觉得好有压力啊。壓力就應該照計係會少啲嘅，因為之前排咗幾個月，咁但係都仍然會好希望唔好令松哥失望啦。即係一位一路提攜我嘅前輩，佢有個習慣嘅，就係正式演出嘅時候咧，佢好中意中場嘅時候俾一啲notes 啊，咁啊希望我當場就即刻改。我初初係真係驚到震曬嘅，咁但係後來即係習慣咗啦，我可以 focus 改嗰樣嘢，其他都可以自動幫嘅時候咧。咁就覺得啊，又幾好喎！即係我哋唔會話第一場之後咧就停滯咗，原來仲係可以有改進嘅空間。